肠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挑战第十条哦，我卖这么久以来都没遇过哦。我们今天来到士林夜市，要去吃什么呢？这是我每一次来士林夜市都一定会吃的美食，台湾传承的好味道，下杠哎，台味香肠，每天会自己做，超级巨香肠。来看一下它的几克，半斤左右。那现在量一下小的，差不多是这个的八倍到十倍，大小不一样，重量所以称出来会不一样。那这边呢，老板刚刚已经烤好了，十根士林巨霸超级大香肠，还有点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大肠包小肠，这个是一般大小的小香肠。它这个香肠很香又很多汁，老板说他是每天在市场现买那个猪肉自己做的，一只猪肉只有两块肉，一只猪只有两块肉可以做成这个香肠。它这个肉质很嫩，皮有点微焦，好吃，跟外面绝对不一样。吃香肠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笑起来很漂亮，像白甲应该很漂亮。老师，等一下，你先吃奶。厉害的，阿姨刚刚帮我换了一个比较热的。有点酸，看着爽。有人说有猪肉的地方就有香肠，泡芙说有香肠的地方就有泡芙。阿姨帮我拿去切片。切片完的分量。
光区或是风景，你只要看到有卖香肠的，就一定要买一个人。挑战第十条哦！我卖这么久以来都没遇过哦，我卖四十几年，是我老公姐姐卖的。那我们是差不多二十一、二十二年左右，那总共历史有四十几年。这超级老店。对对对对。嗯。这个妹妹超级厉害，今天挑战十条哦，我都有看到哦。这位大美女是我第一次看到挑战是十条的。没有，因为你们香肠都很好吃。那我们卖完再做。对对对对，现做的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们怎么会想要做就是那种超大香肠？因为看产值，产值大我们就做得到。对，大家可以来挑战看看。挑战吗？对对对，很好吃啊！各位朋友可以来挑战看看哦。好。那边的现场都吃完了，肉超级。越嚼越香，肥瘦相间。